西，别说了，肯定是你，同样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哦，那动机呢？就因为前段时间俊茂把你……不行，不能说，说了俊茂的前程就完了。把我什么？嗯？那你说，当时你在干什么？看来真把他逼急了。可你当日包庇纵容唐俊茂，就该想到今日他的下场。当时小西在陪我打游戏。唐景南，小哥。嗯。昨晚我陪父亲谈完生意，从外省回来，因为之前在车上补过觉，不太困，小西就陪我打了一晚上游戏。柳姨不会觉得我也在说谎吧？怎么会呢？唐灵溪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好了，怀曼，你冷静点，别迁怒到灵溪身上。小溪，刚才伯母太激动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当然不会，不过我昨晚陪我哥通宵打游戏，现在有点困了，我想先回去休息，可以吗？当然，怎么能先回去？俊茂还在手术室呢，那可是你表弟呀，这孩子怎么越来越没有礼仪了？这种便宜表弟我宁可不要。妈，小西确实是累了，我送他回家，然后再回来陪你好吗？景南，你才出差回来，快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伯父伯母告辞。不对，小西怎么也跟着跑了？妈她就是爱面子，小西你听听就好，别往心里去。嗯，我没事。原来年轻时候的唐景南是这个样子的，完全认不出来呢。前世我曾与唐家谈过几次生意，那时候的唐景南冷漠寡言，整个人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势，和现在温柔和煦的样子截然不同啊。是什么改变了他？前段时间小西你从楼上摔下来，真是把我吓坏了，当时我还在外省出差，没办法回来，是哥哥不好。没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啊，还好你没事，否则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我们小西长大了，被欺负终于知道要还击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谁欺负我了？傻丫头，和我也要隐瞒？唐俊茂从楼上摔下来是你动的手吧？你做得很好，就算小西你不出手，我也要他付出代价。我的妹妹是这些货色想欺负就能随便欺负的？哼，你能这么做我真的很欣慰。哥哥常年在外面，纵然有心却没办法时刻护你周全，你又内向腼腆，受了委屈也不愿意说出来，以后也要像这次一样，谁敢欺负你你就狠狠报复回去，出了事也不怕，有哥哥在后面给你撑腰。记住小西，你是我最爱的家人。家人，没想到我再次感受到家人的温暖，就是在重生于别人身上之后。我想我明白未来的唐景南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了，因为唐灵溪死了。结束工作匆匆赶回，却只见到妹妹冰冷失神的唐景南。但这究竟有多绝望？纵然这份温暖并不属于我，纵然我只是一个占据唐灵溪身体的过客。哥，谢谢你。此时也请让我贪心地感受这份来自亲人的温暖吧。